爱情不是占有啊，如果连让对方呼吸的空间都没有，那你需要的是一只宠物。哎，不行，你才不懂爱嘞！我一定比你更幸福，一定。谁啊？哦，公司打来，我去回个电话。瑞凡接到一个简讯啊，他就避开我去回电话。哎，你不是跟我讲这个就是铁证如山？我现在就去找那何爱玲理论。还有，你要找我爸妈啊，帮我哥抓出来严刑拷打。如果他不承认了，干脆你跟他离婚算了。离婚？何爱玲，你过来，我今天好一定要把话跟你说清楚。出差？何爱玲？哎，对啊，你跟何爱玲出差？他不过就是想看看我有什么提升业绩的锦囊妙计。那你不放心的话，你就打电话问问看啊。干嘛这样半死不活的？我老公真的有外遇了啦。爱玲，不要这样。